兵中央军委部来了吗？我国第一咋了？啥事吗？来来来来，这啥啊？舷号为16，辽宁舰交接入列后，将继续开展相关科研试验和军事训练等工作。幺，这里。军机啊，军机啊！哎，额外整啊，额外是军机出来啊！我国发展航空母舰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承诺。第一艘航空母舰顺利交接入列，对于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，促进国防科技工业技术提高和能力建设，增强国防实力和综合能力，对于振奋民族精神，激发爱国热情，鼓舞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，具有重大而深远。也不知道令狐刘成不在天津里了，能不能看到这一幕？军权，看见航空母舰，还能看见我们月亮湾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哥，你也是咱们农民的骄傲，这次去开导弹会，一定要好好把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好好讲讲，讲出精气神来。放心吧，我早就给你哥呀订了一套西装，让他去开会体体面面的。穿社西装来，就穿工装去。来，顺便做个广告。是啊，你去那正规场合穿这，人能让你讲？你踏踏实实穿我订的那套西装啊。是是是是，坚决服从领导。哎，说实在，我就是个农民啊，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。而且啊，还是一个永不退休的农民。我支持你，老头子。我想问问你，当年结婚的时候，为盛传喜服，扎红领带嘞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农民不都羡慕城里人吗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，现在谁羡慕谁还不一定呢。对。同志们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总副省长，我请你来不是替你拍我马屁的啊。老董，老马。怎么样，最近忙吗？马上召开18大了，能不忙吗？老马呀，知道我请你来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上级已经确定啊，由你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这次党代会的集体采访。这回可是面对全世界啊，一定要准备好。哎呀，千头万绪啊，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关键是呢，人家采访会问什么问题，真是担心挂一漏万。我给你个建议，你说。过几天月亮湾农贸集团要派发红利，你不妨带着当年的知青回去看看，重新感受一下那份久违的初衷和情感，对你的这次发言有帮助。谢谢老董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好，一起去吧。我已经去过了。我和马晨在去月亮湾的路上，还有5分钟啊，我们就上华里高速了。等着我啊！啊，雨儿，你到哪儿了？马晨。我刚从东京参加完夜景国际会议回来，一会儿转高铁去丽水。不然，
马晨他们上高速了，你到哪儿了？老婆，我先到丽水，等着你一起去月亮湾。我跟马浩现在白俄罗斯，今天要交付中国电力机车，赶不回去跟你们聚到一块儿了。我叫他啊，浩子，浩子，哎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跟嫂子跟大家聚在一块儿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们好，我们这个是在明斯克向你们问好啊。哎，对，等一下啊。Hi everyone。他们也在去的路上，你们都来了，我就在月亮湾等你们啊！欢迎你们回家。等一下，快点吧！魏然，你们快点！这比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高了。行了，我也不废话了，赶紧放钱吧！啊！我宣布，月亮湾农贸集团全体村民分红大会。正式开始。黄有德64700元，田立全72300元，田巧妹12万2000元。好，好，哇，这是不是有点多呀？多不多的，你问问身后的村民吧。啊，饿什么呀？这要没有巧妹当时那170万入股，咱们这小乡村基地也建不起来。拿这些钱，大家伙有意见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这个说实话呀，我当初投资是因为想回家了，没想过这个乡村能够赚大钱，每年分红都要分这么多钱。看来最值得相信的呀，还是父老乡亲们的万众一心呀。吃了啊，这就叫万众一心，破小康。田家兴，19200元。为什么他们？真是馋了。小妹，你来搭一下啊！马成他们，马成成，哎，马成，疯子！哎呀，多大年纪了，还叫疯子了？队长，队长，欢迎回家，谢谢。刘洋，请刘洋，还那么漂亮啊！过往，哎。大家伙来的正好，我们村正召开分红大会。哎，马成，你上去代表他们给乡亲们说两句。行了，我就不说了。我说啥漂亮话也比不上你们那数钱的动作漂亮。是，好，清风做的多好啊！一颗葱，改变了月亮湾；一句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，改变了中国。发展才是硬道理啊！说得好啊！所以说呀。幸好我们没有虚度我们的年华，否则呢，怎么敢以奋斗的名义啊，回顾我们那段头破血流的青春？说得太好了。这样，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是吧，先生？对。走，上车吧。走走走走走。32100元。都下来，都下来啊！下来，下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看看，你这是带我们来的哪儿啊？这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走了一路了，
你们还没反应过来？啊，仔细看看。行了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这就是你们当初的知青点。美人，怎么样？认不出来了？哎，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啊，希望的田野，这名字起得好啊！这是董望春起的名字，我跟杏仁悄悄布置了2个多月了。来，请进。难怪老董让我一定回来看看。这是什么惊喜啊，给我们啊！34年前啊，那年倒春寒，我记得很清楚啊。同志们，我买上一排给你们粮食了。这救济粮呢，拉哪儿去了？咱们到县里把救济粮给要回来。小强，你别管我这件事儿。历历在目。这个是我们大队的喇叭，还记得？来来来。继续往里走，还有更大的惊喜。好，看看，你让他交录取通知书，就得要他的命。这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别闹了，你们拿去吧。把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，我要上大学。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，从这里照亮。加油！加油！全市的街面上，有一家是个体的餐饮店吗？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。反正我现在是一无所有，我就是折腾错了，还是个穷光蛋。我要是折腾对了呢，那就能改变我的命运。记得吧，这是你拍的。我拥有全市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，有了这张纸啊，就可以吸引全市甚至是全省的记者来宣传报道。看那张照片了没有啊？就是这副对联，田清风把我骗到家里去了。包产到户这四个字，城里人是拿笔写出来的，我们农民是拿血写出来的。这是我们上大学啊，美人，大学毕业照啊，这是我们班。我们希望养殖场。
的时候啊。如果乡亲们的日子过不好，生活不能变得富裕起来，我这个书记就该下台。没有董主任当年支持我们搞富裕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来，往前看。嗯，这个时期，2000部免提电话订单顺利签约。Nova 新型牌免提扩音按键电话机赢得了3类终端产品订单2000台，下周签合同打预付款。没有激情，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瞎忙活；没有热血，任何漂亮的姑娘都是人渣。今天算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记住啊，新人，这是你的功劳啊！看看这张，这是爸送我的字儿：饮冰10年，难凉热血。只要是市面上出现的小众品牌的电视机，我都可以完成装配。我们不想被别人瞧不起。希望四小城联系陪读。我的彩电梦终于开始了。今天我们要不砸了这些不合格的产品，明天我们自己就会砸了自己的牌子。谁砸了牌子，我就砸谁饭碗。76台彩电，你非要砸。这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们一生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啊，当年睡在哪个铺上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在桌子旁边，我天天看书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，清风？这多亏了董主任。要不是深深的为爱倾倒，伤痛会陷我与泥沼。谢谢人生遇艰难为伴，才让我挺身说道，我来了。风遮雨，热血燃烧，全都是